照例现身 GQ 之夜红毯，令人惊艳。 Angelababy 盛装出席时尚女王小 S， 时尚女王小 S 聂远红毯可爱灰苍蝇照 A 参加大陆试镜秀中餐厅第一季在中期播出，深受观众喜爱。然而她节目外也被发现身材越来越纤细，整个人越来越美。今晚她穿着斜肩洋装出席2018 GQ 年度人物盛典，秀出一双笔直美腿，更被网友一再瘦成一道闪电美呆了。赵薇今晚出席 GQ 之夜，纤细身材，雪白肌肤，配上紧身洋装上的闪电图案，让她一现身就惊艳全场，被网友一再是货真价实的瘦成一道闪电。连 GQ 官方微博也 PO 出赵薇红毯照，问越来越瘦的薇店长现在的体重是？不过这张赵薇美照就被网友抓包有修图嫌疑，红毯上凸不平素海浪，地毯都 P 歪了，麻烦工作人员好好工作，图 P 的实在太吓人了。我为瘦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但是腿已经 P 畸形了。在延禧攻略内是一眼乾隆皇帝走红的大陆男星聂远，也因为在红毯一边受访一边灰苍蝇的可爱模样引爆网友热议。主持人一幽默称，皇上也是人，皇上也需要打苍蝇。